他跟别的男人牵着我们美丽娜的手，他怎么能让我们看到这种画面呢？张叔叔还买脚踏车给我，还唱摇篮曲给我听。美丽娜很喜欢张叔叔吗？很喜欢，他很像我爸爸。美丽娜是道正的孩子，难道你都不觉得对不起道正吗？坏女人，坏女人。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到8点，一笔喜善又美，我的眼里只有你。